比这个大复原蛛更厉害的蜘蛛，你们见过吗？就是这只金猪，它的毒性很强，但是在我家院子里还有一个高手，就是东北的地雷疯子，把他俩放在一起，结果会如何呢？金猪马上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，马上喷出了蛛丝，想把这个地雷疯子缠住。刚才都缠到地雷疯子的头部，但是地雷疯子马上切断了这个蛛丝，不是我拿镊子夹住地雷疯子，他早就跑了，早就胜利了。他俩公平对比的话，谁会赢呢？这时金猪又使出了一个死亡缠绕，绕着这个疯子转了数圈，带着蛛丝。这个金主本打算享用美餐了，但是没想到这个地雷疯子还在顽强的反抗，这个地雷疯子能否成功逃脱？地雷疯子利用牙咬断了蛛丝，同学们，他俩谁会胜了？你是这个地雷疯子的对手。